芒果鲜虾的做法步骤。一、芒果去皮，切小块，胡萝卜切丁。二、新鲜虾仁洗净，将虾背上的线去掉，与蛋清、水淀粉拌匀待用。三、锅中放二勺植物油，烧热后下将虾仁倒入锅内翻炒，时间不用太长，虾仁由透明的变为白色呈出。四、锅中另放少许油，下胡萝卜。五、下豌豆。六、然后再倒入虾仁、芒果略炒，起锅前加入盐、鸡精。七、盛入盘中。